小伙伴们大家好啊，我是赞潘达。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一起看看吧。嘿，我们到这边了，大石碑，上海大石碑。每年我都会来看一看上海大石碑的比赛。今天是2018年10月11号，今天下午有德约科维奇的比赛，然后晚上有费德勒的比赛，然后所以我们今天来这边看一看，带大家看一下这个主场馆，上海其中网球中心。主场馆这边它的屋顶是可以开合的，它是一个像莲花一样的设计。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个花瓣它是可以关闭的，如果下雨的话它就会关上。正好呢，今天过来，我们现在是中午12点，还没有吃饭，我们带了一点吃的，先去吃一个饭。现在我们已经走到这个场地中间来了，前面有很多人在表演。采访一下你的感受。我觉得他后面腿这个距离也不是很大，但是舒服一点，比特斯拉高一点，然后后面这个腿。OK， 现在我们要入场去看球了，已经快中午1点了。我们是8B。对，8B。4、8、7。鳄鱼。我们之前是从这个1层直接就能进去。嗯，这包厢。去年我们来的时候买的是那个黄金包厢座。今年我们买的是 A 区的座，因为今年费德勒今天的比赛特别贵，所以我们就买了 A 区的座。8B 在中间，然后18从这边走往上。还好啊，正好。我们是多少？11。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球场了，他们已经开始训练了，应该说开始热身，教练发球。
一会儿我就不用这个广角镜头了，一会儿我就要上70-200给你们拍一点实时的镜头。好，那么到现在，一会儿见。对了，跟大家说一下我的那个使用的镜头，我自己录自己的时候使用的镜头是18毫米的一个广角镜头，这样我的人不会在镜头里显得特别大。然后呢，录网球的时候我用的70-200，那个镜头能把远处的东西拉得非常近，然后透视非常小，到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运动员的英姿了，比如说这样。上来我们就看到了德约科维奇的练习，一会儿比赛是兹维列夫的。在温饱和灵活进入3轮，在本届的上海男子大师赛当中，他在上一轮直落2轮战胜了来自法国的贝努瓦帕内西。4号选手在上一轮当中，他直落2轮战胜了。看一看他们的结局。冠军巴西拿手力晋级进入3轮。From Germany, Alexander Zverev is 21 years old. He's currently world number 5. This year he played in 3 ATP World Tour singles matches in Washington, Madrid, and New York. And so far his career total has reached 9. He also made it to the finals in Miami and Rome. 一个屌的东西，你看一个特别牛的东西，这是一个摄影机，有4根钢丝拉着它，它可以到场地上任何一个位置。然后有一个3轴稳定器来固定摄像机。高级了。又一个 ace， 207哎。刚才那一场比赛已经打完了，然后这个是1号场馆，所以我们没有出去，因为马上就要开始德约科维奇的比赛了。我们如果出去的话，会有很多人过来，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场地有多么大。全世界的喜悦和感都是一样。
正好坐在这儿，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打网球的经历啊。我打网球是从高考结束那个暑假开始打的，然后特别机缘巧合，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看那个网球王子那个漫画，然后呢我们家旁边一个小区里面有一片网球场，然后那个网球场被一个从东北我忘了哪个省了，有一个省的省运动员退下来的一个教练承包了，然后他承包了以后就招很多成人去那儿打网球娱乐嘛，然后他有时候会提供一点指导，但是我去的时候因为我爸妈在那边会打网球打着玩，然后我去了以后他就问你想学娱乐一点还是想学专业一点，我说想学专业一点，然后他就教我打，但他说因为你爸妈在这边每年交了几百块钱的年费在打，所以他一个月就只收了我300块钱，300块钱我学了一个月的网球，当然也不是说那种特别系统特别专业，但是在那个月里他把步伐正手反手还有切削基本都教给我，但是没有学发球。后来上了大学以后一开始也没有找到球友嘛，有一个教练在同济大学那边，他也是每周末会开一个班，我们一共是五六个人在那边，五六个人跟他打练正手反手，然后跟他学了怎么发球，到后面就发现看那个我也忘记了那个波利泰尼还是反正就第一次听说过那个 The Killer Forehand 的那个教练，美国的那个最有名的教练，他的视频当时觉得好牛啊，然后就开始改一些动作，比如说正手去追求那个手腕延迟啊，还有反手单反双反都体验过，不过我一开始学的时候就学的是单反，因为双反一开始对脚步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我就采取了一个比较懒的方法直接学的单反。看完那个波利泰尼那个视频以后就开始练，然后后来也跟着同济大学的校队的人去打过一些比赛，慢慢的就喜欢上，就越来越喜欢网球这个运动了，大概就是这样。这个看台呢，这边是 A 区，是垂直于，应该说是跟赛场的横向平行的，然后应该是说看赛场的短边，这个是 A 区，然后那边是 B 区， B 区 C 区都是看横向的，下面左边是黄金包厢，右边也是黄金包厢，然后垂直的位置是白金包厢，白金包厢黄金包厢他们都是有那个希尔顿的自助餐的，中午和晚饭都可以去吃，如果以后有机会或者说比如说我踩到什么矿了的话，我就可以去买一点，啊不是买一点，是买两张白金或者黄金的票，到时候给大家看。各位观众，让我们首先欢迎来自意大利的马克切奇大托萨意大利。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三届的赛会冠军，来自塞尔维亚。我们要有请来自联邦快递的吴峥嵘为本场比赛挑边的后中锋。看看德约科维奇的训练，
现在我们看完德约科维奇的比赛了，非常干脆利落的两盘直下，第二盘直接打了一个6-0 love game。 我们去别的场地去看一看，顺便吃个晚饭，然后6点就回来，就可以看到费德勒的比赛了。他是要三个球都进才有一等奖，两个球才有二等奖。然后他那边出三个球都要打进去，我觉得还挺难的。你先试试吧。是吗？那我的晚餐，我的晚餐就是这个汉堡，就是它。味道其实还可以，晚上场馆已经开灯了。好，再给你。OK， 我们回来了。晚上的球场还是挺漂亮的。此外，今天他在法网、印第安威尔斯以及蒙特卡洛都进入三轮。在本届赛事当中，他在上一轮三盘战胜了来自美国的外克·纳德。From Spain, Roberto Costa Paulista, a man of 30 years old, he's currently world number 28 with a career high of 13. And this year, he claimed two ATP World Tour singles titles in Dubai and Hong Kong.So far, his career total has reached 8. He also advanced. Thank you.
嘿，大家好，今天的比赛都完了，最后一场德尔波特罗因伤退赛。不过呢，明天的比赛应该会更精彩，明天是费德勒对锦织圭。不过这个视频可能会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才会上传。那么我们再见。